马鞭先生。这时候我们应该是不是我们有另一个 有很可爱的黑粉，我们叫他黑粉，就好朋友，就是喜欢听我们唱歌的朋友，哎，勇敢，非常的勇敢，就在我们的，也可以经常跟我们来信嘛，好不好？就是也可以手写啊，可是 FB 比较方便。然后对，然后他很可爱的，今天我们要哎，那个点到名的在哪里？我要等一下，请你站起来。他叫什么？豆腐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谢谢。啊，我看到你了，谢谢你，对，请起立。为什么要请他站起来？因为他明天是不是？明天生日。OK， 明天生日，我们大家帮他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吧。OK， 来拍手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哦哦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婉婷哦，婉婷生日快乐，豆腐生日快乐，婉婷生。生日快乐，我们一起跟他说吧，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，好棒哦，你们有没有感动？谢谢你的朋友精心的安排这一段小桥段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说嗨说嘿？你哭了吗？不要哭呢，不可以哭哦，刚哎，不客气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谢谢你们给他的祝福。今天晚上，今天过后，你去你工作的地方都可以很顺利，然后得到你应该要得到的事情。
第一首二十三首歌组成的一个组曲，叫它咿呀咿。第一首叫咿呀咿，是台湾组的。第二首叫巴依巴依，叫来自于卢凯组的。第三首如果都听过的话，它叫做与你 OK， 是来自陈建年老师的歌曲。